我们又闪，先出个装备。干嘛呀这？我曾给自己寻找借口，又将他们抛弃践踏。啥意思？军出击。你自己打一下。瞄准天际，杀一地。杀 ADC 啊。踩住杀他了啊！哎呦，没给加血吗？给加血，这唐唐怎么一下回那么多血啊？惩戒了！妈耶！哎，这唐唐怎么回那么多血一下啊？一个惩戒加多少血呀？还加一百多血，怎么回事？我操！泰坦带的治疗啊！啊！不是，泰坦带的治疗加上他应该是惩戒了一下，我估计。踩住！女警升二就好打了。那泰坦没有多少血，没事。踩住！你这泰坦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无敌呀？我这一看呢，这么不怕死吗？你知道我这潘森这个英雄爆发多高？干哈呢这？这干哈呢？这都啥意思啊这？哎呦我操！潘森这英雄爆发真太高了，基本上 ADC 半管血啊就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也不能说 ADC 吧，基本上一个人半管血，他就已经死了。我溜了啊，兄弟！这塔皮你单吃好吧，我走了。神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哎呦我操！差点儿。走，鳄鱼五级，我们可以去上路玩一玩。世界在动，天界止步不前。先扎，点炎踩住，往前走 ，A， 再扎，逼着交闪 ，OK。
雨姐下路单吃一波，我们去中路看一眼。再打。补个车。为什么女警塔下会死？我没明白。每次战败，我都绕着这座山奔跑，三速海出出来去下路，吃点饭。你就是大乌龟的辅助，没错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我摊牌了。我就会感到自己闪现走，给我挡个技能。哎呦，天哪，这螳螂他妈过来了。还是上快了，这女警着急了，变人多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怎么能是节奏大师呢？这 ADC 自己让人勾了，跟我们有啥关系？对不对？这泰坦怎么不走呢？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就你叫 AD 呀、啊？哇，这对面的打野，我操了，啥意思啊？住下路了呗？我还要死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他们家这打野是真是住这儿了，我发现。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勾啊！一会儿不杀泰坦啊，这泰坦杀不了，就杀这 AD。生命就是一场无休的战争。那螳螂咋的呀？还打龙呗？还打小龙？我腿给你掰了，我让你打小龙，还敢打小龙？把这野区视野给他插满啊！把跳弹打了，让他是过不来。不行，他溜了，这泰坦，往后点。其实我六不六区别不大，只要不流血就是我的手足。突突突突呀，没突突出来。你打不过他啊，这小破泰坦。一换一，我的人头吗 ？ADC 的人头合适。
不行啊，一会儿啊，这泰坦如果就是上来先放技能，我们得直接放 E 了。他俩老杀我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。这两个人不杀女警。放夹啊，踩住，啊！我倒了，兄弟。但是我们还是合适的。虽然我们死了，但是换还是合适，就是划算。看看啊，这波可以飞上去。狗头银看来是已经是死了。飞他！踩住！戳一下，我戳，哎，我就发现这女警啊，就是我一不在她就死，我一不在她就死，不应该死啊，这我是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剑相撞，那声音曾在我耳畔世界。寒风天空中看到地上的针，即将脱落。大地上的锁剑，只有杀戮。螳螂，走，装备，来，跑，我开马跑来，我扎一刀，踩住 A 一下，走了。真的是很幼啊。真幼啊，这泰坦呢、啊、这把女警其实应该很爽，你知道吧？增加了，这把女警应该是相当爽的，让我们在下路辅助的。我要是有个这翻身辅助，哼，哎我天哪！哎，呼吸，品尝空气的味道是我们的荣幸。这是无数先祖用最后一口气为我们。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？看一下小龙怎么回事啊？
我能飞。先把这螳螂给他杀了。这么猛吗？这狗头人，插个眼来，扎一刀，平 A， 再 A，W 踩住一个戳。这狗头人有点猛啊！这狗头人，狗头人自己这么猛，一开始我看不是这样的呀。来个眼儿，好吧，小伙子。马上我们升到十级。潘森感觉前期很猛，后期很拉。那辅助后期拉不拉又能咋的呀？你说。后期你假如说你会玩，那潘森也不拉了。拉什么玩意儿了？我扎，我踩你怎么的？你有脾气呀、啊？没死，怎么还有脾气了呢？我这一看，先杀 ADC 来，扎一下，死了就死了吧，这没办法，应该跑不了我估计。俺们家那蓝枪我就没见过这人，我都不知道这人上哪去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人，就很奇怪。狗头人这波应该是够呛了。这波呀，这波是一关，是一波一换五。战斗是因为你不可替代。这妖精怎么的呀？拜拜！你查眼儿是吧？这么不怕死啊？这家伙，俺们家这么多人没把这泰坦给杀了，看来不能打这泰坦了。把这药卖了，来个小秒表吧。太装了，这泰坦，那旁边没有人，这么装。关键还是俺们家虚区不太够，这种全 AD 的呀，这泰坦往前一顶，这不怎么掉血。安是 double 了。
踩住，扎一刀，哎一下，再扎，哎呦好痛，我再扎。我们面前的山不一定真的难以突破。保护女警啊！走吧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打小龙。往里边插眼啊，这边插针眼。干嘛呀这？我飞出来啊！先把这妖精杀了吧，我们盯一手啊！踩住，扎一刀。哎呦，交闪好了，怎么虚区这么高啊？哎，可以 ，A 闪。这潘森下家出什么呀？来个春哥吧，秒表我都出了，春哥我不出，850，差500块。咻！哇！哎呦我操！这家伙！就杀我这潘森呢，我算看出来了，我们下回我先放一技能，这帮人是真狠。可以，喜欢你啊，这啊还剩个泰坦，看这泰坦能不能杀。 ADC 没大了，战神狗头，那技能全交我身上了，狗头可不战神。那 ADC 大放了，妖精大放了，泰坦大也放了，那还不战神？也不知道杀我干嘛，精神病似的这泰坦，纯是有点毛病。那技能全往我身上撇，不杀那狗头人，要不我就说俺们来个那啥，来个春哥。这个鳄鱼啊，这鳄鱼我们玩玩的。再见。哎呀我的天！你们这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啊！鳄鱼连招啊，很快啊！这鳄鱼连招，我没有闪，我大意了。
赶紧来个春哥。单杀 ADC 塔下，回家了。哼，就这 ADC， 我劝你耗着尾子，好吧？这 ADC， 来个骑士之士吧。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我怎么跑得那么远呢？走，带住，扎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啊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呀，给我春哥给我打掉了，我们应该小龙了，信哥。哎呦，狗头岩！哎呦，狗头岩！发财了！哇，狗头岩这么猛，狗头岩！小龙也是我们的吧？要小龙是对面的，我就说先拿小龙，你知道吧？让对面给偷了吧，这龙。你也来一把狗头人，狗头人一打四一打五很正常，好吧？属于常规操作。这狗头人抠都不及格，后撤。精神病，这纯就是精神病，他们就杀的潘森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怎么都死光了呢？狗头人！狗头人死了，那没办法了，尽力了。就你叫 ADC 呀、啊？我听说你好像团战很猛烈呀。这家伙这 Q 空的是稍微有点致命啊，这 Q 空的。不过我们这波把他的春哥给他换下来，相当赚。你们可以说我送了这波，但是这波相当的赚。
我一个辅助换 ADC， 一个村哥相当赚。没换成，我就把他村哥换掉，我死我都是赚的。ADC 有没有村哥相当重要，你可以看这波他们家能不能打赢啊。我们逼斗螳螂啊，先把螳螂杀了，漂亮。闪现 W 踩住一个戳，再戳，赢了吧。嗯，直接中推拿下了，兄弟们。可哪追筋了？谁的飞筋？谁人送的飞筋？